我是桃子，欢迎收看蒙眼星极限生存第八期。今天桃子有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桃子今天要去采集蒙眼星草块，这种草块只有空岛上面有，我真怕我一去不复返呀。找到空岛啦，现在没有火箭背包，只能搭方块上去了。空岛附近也太多羞羞了吧，大哥大姐们，我就是来挖几个草块的，求放过求放过。我们家太穷了，方块都没有多少，我都把我的地牢砖给带出来了。到了到了，哎，土块竟然就在我的脸上，那我空岛都不用上去了，直接在这里挖几个土块就可以带走了。哈哈，这么多的蒙眼羞羞一个都没有发现，我真是太机智了。不过也不能贪心，挖到了几个就走，还有这些砖我也要带回家。怎么样，桃子是不是非常的勤俭持家？回家把植物培养基做出来，有了培养基终于可以种植物了。可惜我的盛水铁桶直接就消失了，接下来就不好办了。巴黎被一只当当给盯上了，就在我们的房顶上，看我掏个洞，用之前的方法来对付他。我戳我戳我戳戳戳，哎，阿里你可别戳我呀，我要是被你戳死了，我找谁说理去啊。桃子快掉下来了，不要慌不要慌，站在我后面，我保护你。我去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他们两个竟然合体了，天呀，今天不会就要交代在这里吧。保险起见，骑上我的小海豹坐骑。现在的我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呀，生怕一不小心就嘎了。哎，不过打着打着我就发现啊，怎么这合体之后比合体之前还容易打呢？这雪球扔的也太好躲了，当当平时不是扔雪球的，回去练练再来吧。终于把他们解决掉了，哎，怎么又变回去了？完了完了，我的武器竟然爆了，赤手空拳的不会打不过他吧？还好还好，这个东东有点傻傻的，只知道乱跑，被我轻松解决。来看一下阿狸需不需要我帮忙。漂亮，阿狸也把他解决掉了。哎，今天真的是惊险刺激的一天，在蒙眼星生存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这个小心脏现在还跳得厉害，太难了太难了呀。